别尴尬。如果只选出一个，甚至是一个人选不出来，那也是很尴尬的事情。所以我现在就面临这个尴尬。哇，你尴尬了。我只有四个，还好，不会太尴尬。下面让我们有请所有创作人回到现场。哇，他们还出现了，我就是最怕看到他们了啦！靠你了！靠我什么？这一刻怎么面对？完蛋了！我觉得录完了，哥，我觉得录完你马上就要去机场。我的妈呀！我们找个地洞钻钻下去。